这都不算强奸吗？山东威海刘女士和男友分手后，一气之下就与通过微信附近的人对偷拍他人隐私的刘某，应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。最后，虽然检察院对江某作出了不起诉决定，但刘女士不服该结果，可以向该检察院的上级单位提出申诉，更可以直接向当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。